体实验室胡歌来测试各位观众对于受过伤的人，或是有开过刀啦，或是关节炎，或者是中风的患者来说，腿部经常都没有力气，没有关系，借由这个推凳机的附件，就可以逐步让你恢复腿部的肌耐力。怎么做呢？跟着我一块来体验。徐老师，这个套机器要怎么做？好，那我们首先的话，会先让你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，我们椅子往后。好，那么脚踩上来，脚踩上来。等一下，胡哥，是。我们下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除了训练力气、肌力之外，也要训练你的下肢的稳定度，还有你的操控。所以我们下来的时候要慢慢的，来，我们再一次往上，对，伸到直，对，伸到直，然后慢慢下来，对，好，来再一次，就不要发出很大棒，对，很好，再一次。那这主要的话会训练到你的股四头肌跟你的臀大肌。股四头肌是哪里？股四头肌就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肌肉。这个肌肉。对，主要是做膝盖伸直的这个动作。然后臀大肌的话，主要是在你的屁股后面这两块。那主要是做一个髋关节往后踢的动作。那这样要踢多久啊？我们正常的话会让我们的病患踢10分钟，对，达到一个有训练肌力跟肌耐力的效果。那这个重量你怎么知道是30/20/10或是50/60/60？怎么调呢？那我们的话会先让病人做一个最大肌力的测试。最大肌力测试。哦，哎，不会吧？这是多少？100啊，160啊，怎么可能？现在是要是把我调到160。那不天方夜谭。好了，你双脚用力往下踩，用吃奶的力气，用力，用力，再用力，再用力，再，好，放松。哦，根本没动嘛。还是一二三，用力，很好。OK， 那我们这个曲线上面看到，根本我觉得被动，160公斤根本不可能哦。我们最大的话，你可以踢到99公斤，那我们就会以这个数字当做一个基准，那我们就会乘以80%的话，然后就72公斤，对，72公斤，然后就可以训练你的肌力的部分。那你这个的话要跟着线走，对，来往上，对，很好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你没有办法到复健中心去做推凳计划，在家有几个动作可以学的，是哪些动作？那我们这样的话，我们身体靠墙，对，靠墙，脚往前一步，脚往前一步，两脚跟肩膀同宽，然后身体往后靠墙，靠墙，然后中间给你膝盖中间夹一颗球。为什么要夹球啊？因为我们怕你们在家里做运动的时候会做成这样子，哦，到最后对对膝盖有伤害。哦，那我们的话就是夹一个球，身体靠墙，然后膝盖往下蹲，蹲，我们数到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后身体脚往下踩，让身体起来，起来做这个训练啊，主要也是训练我们的股四头肌跟臀大肌的部分。一脚前一脚后，一脚前一脚后，然后我们就。上半身是正的，上半身做往下做蹲的这个动作，一样，1、2、3、4，停10秒，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后脚往下踩，身体往上，去训练你的股四头肌。那是不是两脚都要反复这样做？对，一脚的话一样做10下，我们两脚轮替做。好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你的下肢比较没有力气的话，不妨去做一下推凳机，或在家做一下下肢的肌耐力训练，来增加你下肢的力量。那如果在家里做运动的时候，有发现有膝盖疼痛的问题，那也建议到医院或者是诊所，找专业的治疗师帮你做评估。人体实验室，我们测试完成。